好，力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九场三番千六米的赛事，四号魅力之后大热门。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前面快的马见到大外档好力王啦，最初呢还有绿色禁区，中间的位置就美丽宝宝啦，今日福利啦，今日内栏呢还有魅力之友啊，中档就欢乐小子快乐神区，出面红衫呢还有放马过来马林，中间就福利啊，后一阵的马内栏呢白衫嗰隻就南京之友啦，中间蒙古王啦，好力王快㗎，但依家褪咗落去呢大约尾五啊，尾四烽烟四起，尾三白衫白帽情趣，殿后两匹马仍然英俊，咁同埋嗰匹呢就红心速龙嚟㗎。好啦，咁开始跑对面直路尾过呢个一千米嘅段处啦。前面呢咁啊见到呢隻美丽宝宝呢咁啊放头，咁啊睇下得唔得啦，赚到个形势先。跟住第二位有快乐神驹啊，内栏第三魅力之友，中间欢乐小子，出面红衫放马过来，第六位内栏白衫黄帽呢就南京之友啊。再出面灰马呢就係嗰隻绿色禁区啦，中间福利啦，后面嘅马啦紫色衫橙色眼罩内栏蒙古王，攞出去出面呢就好力王，后啲先有情趣白衫白帽嘅，仍然英俊向佢外面，后面两隻烽烟四起同埋绿色衫呢就红心速龙嚟㗎。好啦，今日入直路啦，美丽宝宝仲係占先，快乐神驹进占第二位，咁见到第三位埋边呢攞出嚟啦，就係呢隻魅力之友追緊，咁再后面嘅马呢内栏追緊，仲有蒙古王，大外档呢就係好力王亦都上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嚟美丽宝宝，中间魅力之友，出面好力王亦都上緊嚟，最后五十米魅力之友中间，埋边美丽宝宝，两匹马相当接近，接近终点，叮当码头，魅力之友中间，入边系美丽宝宝，出边系好力王啊，好接近啊，一隻就好大隻噶，美丽宝宝。嗱，睇呢度咧，仲系美丽宝宝一路占先，唔好睇四号魅力之友细细只啊，佢逐步逐步上嚟，噏上噏落，好接近啊。第三名好力王，第四名南京之友啊。睇下终点线，边只赢？你揼翻来啊，美丽宝宝。系，但好近啊。系啊，一路都系四号占先嘅。细细粒莫雷拉嘅好力王跑啊第三，南京之友第四，蒙古王中段都有个意外啊，临尾上返嚟跑啊第五啊，咪就係俾南京之友 check 咗落去咯，嗰度睇下潘顿赢定係田泰安赢啦，哇临尾呢步一路都以为过啦啩，咦嗰步啱啱有人哋落返去平头又会影到平头啊，呢一张又好嘢好嘢好嘢，咁如果讲啊，呢隻真係好似有啲运，真係好似步步都俾四号压住㗎啦，就係压线嗰步得返个头啦，啱啱落返去。不过今日佢就用咗一个等喺前面嘅跑法啊，冇马大啊，系啊，操控步速，所以返到嚟佢都唔断啊。临尾呢係四落好多飞嘅，哇！今季月影又係田泰安喎，平头冠军啊，成日都係佢喎。又好啦，每人執返啦。终点线前后都都系魅力嘅，系啊。咁啊，变咗一只得返十五个半，一只得返二十蚊啦。热到，我哋睇下预计派彩跑第一名啊，平头冠军嚟嘅，四号嘅魅力之友同人派十五个半，咁啊七号嘅美丽宝宝咧就派呢个二十蚊，咁啊至于位置嘅方面啊，四号嘅魅力之友就派呢个十三个半啦，而七号嘅呢个魅力美丽宝宝咧就派呢个十七个半嘅，咁啊然之后跑第三咧就十号买嘅好力王位置都系派十七个半，连赢位四搭七派六十五个半啊，三同彩啊两饭四七十啊派呢个二百三十九蚊，七四十啊派二百七十三蚊，咁啊单天四七十啊派呢个九十蚊正嘅，咁啊至于呢个位置 Q 四搭七啊派呢个三。三十五蚊，四搭十六派呢个三十二蚊，七搭十六派四十七个半。今日都系啲拍卖马型嗰两只啊，嚟宝宝。咁啊，先恭喜大摩，赢呢一只未嚟宝宝。咁亦都有呢个六十万嘅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嘅新马奖金啊！唔知开心啊，以为输咗噶啦，嗬？啊，平头咯、啊，大摩起马啦。潘顿亦都赢翻场啦，今日今日潘顿有只蒜头爷爷啊，跑第二啊，好啦，跟住到魅力之友拉头马啦，仲有只，睇下张相啊，大家
呢一步值钱啊！有正镜有反镜啊，都睇到。我谂只马嘅 size 都有啲关系嘅。嗰只魅力宝宝真系剪尽晒嘅时候，真系好鬼大只。组合赢三拣一 ，A 一格嘅二本就系17.5嘅。四連環三四七十八牌112元。四重彩有兩份，四七十三就派838元啊，七四十三咧就派927元嘅。都好啊嚇，頭馬皆大歡喜啊！嗯。結果都不是很爆得出樣，都是最實力的五隻馬在頭五名。是的。美麗寶寶操控得很好，那隻放馬過來又不上來搞他，這個就是關鍵。前面想著可能綠色警區十四檔都會執多兩步吧，又不是很多見。因為上次都放馬過來潘頓跑的嘛，一分十秒几喎、咁啊，结果骑师王咧就骑普敦啊，46分，因为莫雷拉冇办法追唔到第二呢场，嗯，输咗个步速啦。另一只都去睇下嗰只五号嘅蒙古王啊，去到中段好似俾佢南京之友咯，系咯，好似有啲蹬咗落去咁又上翻嚟啊，直情 check 都好紧要噶，紧要嗰度蹬咗几个马位噶，啊，大家都可以睇睇啊。其实佢唔系唔积极噶，佢即系摇到行噶，咁啊，但系摇摇下就有意外啊。系啦，我哋即刻睇翻啦。好，好啦，起步嘅时候咧，大家都系出得几齐啊。比较积极啲就潘顿啦，嗰只美丽宝宝都骑咗出嚟嘅。喺佢隔篱咧，蓝衫就好力王啦，临尾都落飞都几劲嘅。咁啊，内栏几只马啦，分别就贴栏嘅魅力之友啦，中间咧就系白衫嗰只就红袖啦，嗰只就欢乐小子。咁啊，开边啊见到个福利啊，放马过来灰马咧就嗰只绿色景区啦，中档铲眼罩就蒙古王啦。喺佢前边咧就系嗰只南京之友啦，贴栏嗰只叫烽烟四起，出边咧白衫白帽就情趣包尾咧，红衫速龙同埋仍然英俊。喺度哇 ！check 到啊，哦，嗰只南京之友一巴冚埋去，未噶，一阵再嚟啊，系啊，哇！呢，這个位好窄，佢想牙嗰个位唔得啦，哎呀，有啲两个都有啲鲁莽，嗰度就要打错。不过当然系啊，国能自己 check 咗人哋落去先啦。又会唔会睇下佢俾马挨到埋去埋边啦？嗯，不过见到国能又冇乜点望啊，罗利亚啫，照计都应该知道撞到人噶啦。佢忍唔住坐都坐咗嚟啦，算罢啦。哇！嗰啲放马过来都真系系好 hea 下嘅，梗系啦，喺开边。咁啊，梗系着数啦，美丽宝宝。系啊，根本佢系大可以再积极啲嘅，冇佢哋冇呢个意识嘅。蚀咗步速嘅好力王冇办法啦，因为前边都唔断。嗯。跑埋呢场咧，再提升个状态，应该都。好快又可以见到头马嘅。其实如果呢场形势可能造就啲都未必冇得跑噶，不过就真系输咗个形势啊。系啦，啊罗利亚嗰终点都望下，望噶啦，梗系好啦，复榜完毕噶啦。位置 Q 四搭七就派35元，四搭十派32元，七搭十派47.5。而呢个组合赢三拣一啊，咁啱两只都系 A 一吓，咁啊派17.5。四连环三四七十八派112元。四重彩四号、七号、十号、三号啊，上最派838元。咁啊，七号、四号、十号、三号呢一份咧就派927元。睇埋孖宝啦，两份都正张嚟嘅，九搭四嘅正张派172.5，九搭七嗰一份咧就派181元。骑师王啊，最后赛果骑普敦啊，五号嚟嘅，咁啊46分封王。
过完关之后大热门 1.1 倍，那条二搭九的位置 Q 都是 1.1 倍的，正 Q 都是26蚊的，搭这只帝豪宝宝啊，这条好像骑士王赔率这样大佬。咁啊，分段时间24秒六、23秒二一、23秒八一，每段22秒97，总时间1分34秒59啊，比标准时间快一两线一。